小可来了，哎呦，哎，哎呀，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？好久都没看见你人了，哎呦，哎呀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更好的呼吸吗？来，跟我来。 来，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一款。另外啊，你这个车有一段时间没开过来检修了，一定要注意保养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今天脸色那么难看？我要离开天伦车队了。什么？高亮又要开除你啊？不应该啊！ 对呀，您当然知道，您的爱徒高亮是不会开除我的。对于被自己害死的兄弟的女儿，怎么可能轻易开除呢？啊，你都知道了，我难道不应该知道吗？小可，小可，你。 艾玛姐，还有高亮，你们明明有很多机会告诉我，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。要不是这一次，我听见高亮在我爸的墓碑前说的那番话，我估计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吧。不是，小可，你听爷爷跟你解释。我就想问问。 我每一次来找你，我一脸崇拜的提起您的爱徒高亮的时候，还有您每一次跟我说我最优秀的父亲的时候，您都什么感受啊？小哥，你听爷爷跟你说，爷爷啊，是有私心。 因为爷爷每次看到你来看我的时候，都是那个兴高采烈、开心的样子，爷爷就不忍心。爷爷就想，如果就这样让你一直不知道，会不会反而对你会更好？好，所以你们就为了你们那点私心，瞒了16年。爷爷。 你一直教我要做个成熟的大人，难道这就是你们大人的所作所为吗？喂，小可，爷爷跟你道歉，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有个多优秀的父亲。 也谢谢你曾经为我做的一切。我今天来就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，不想不告而别。以后我不会来这里了，您自己好好保重。小哥，你爷爷要。 说，爷爷，千万别跟你说。心情好些了吗？如果今天休息，是不是可以出来逛逛？ 之夏，中午我约了小可去公园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萧然，你人呢？你约我出来就是让我一个人吹风的。叶可，叶可。
叶可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Tell me how we my life， 青春是一场比赛。Baby tell me， 对不起叶可，我不该跟你说那些。活在阳光下不是你的错，我和中远的那些事情也不是你的错，请你原谅我和你说了那些过分的话。你没有说错，当初确实是我丢下了你逃走了。你从来都没有丢下过我，是我让你走的。如果再让我选一次，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，因为你是叶可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觉得更加愧疚，觉得自己特别懦弱。对不起之下，叶可，我去的是你季之夏，你老公要你去东你就去东，老公要你去西你就不敢去南北，你都没有自己的意见吗？我唐小真心把你当朋友，你呢？我们这样为难自己，放弃自己，甚至伤害自己，值得吗？好了，小夏，你也别难过了，咱们至少还有小白屋嘛。人嘛，想过什么生活，就会跟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。这是我和张强今天去挑的百宝箱团体杯，这是你的，然后毛巾跟牙刷都帮你买超新的，当作是欢迎礼物。之夏，要开始喽。小白屋的大家，你们都还好吗？高亮教练的事情，我听说了，你应该挺难过的吧？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，最近各种情绪加在一起，我都快失去辨别能力了。
志霞，你说是不是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犯一些无法弥补的错误啊？其实想一想，我跟高亮好像也没什么差别。五年前，因为我一走了之，伤害了你。现在高亮也走了，留下车队，留下我独自面对当年的真相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原谅他，就像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一样。我知道，你是因为我才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的。可是我更在意的是你一直活在自责和内疚中。一哥，那件事情不是你的错。你可不可以为了我，为了那些在意你的人放下那件事情？你真的已经为我做了很多很多了。不管我做什么，我都没有办法弥补我当时的一走了之。没有人让你弥补啊！我都说了，当时是我让你走的。好，就算你想要弥补，你为我受伤，替我还钱，你收留我，支持我，难道这些还都不够吗？你一直说你自己当时不够勇敢，可谁规定你一定要勇敢呀？你说你想要保护我，可是我也想要保护你啊，严克。少的有一些缺点，可正是因为这些缺点，我们才能够成长。这正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一部分，不是吗？你看看现在的我们，和当时相比，是不是都很棒啊？我相信，我们未来一定可以变得更好的，一定比现在还要好，是不是？笑一笑多好啊！谢谢你，志霞。谢什么？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啊。